那接下来就要来看韩娱咯，这个国际新闻的焦点，把时间交给韩娱。好，大家早安。接着国际，先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在结束访问的北京行程之后，美中的关系呢，现在是持续的紧张。那么大陆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他26号就会见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长的主席雅各布等代表。那么王毅他就点出，美中关系现在面临困难的一个根源呢，就在于美方他们对华的认知和对华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所以王毅他呼吁美国要尊重大陆正当发展的权利，并且是要恪守一中原则。一起来听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当前形势下，希望委员会继续做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推动者。那么布林肯这趟访问呢，他主要的目的就在于稳定美中的关系。而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5号呢，可以看到他们就引述了布林肯和大陆高层的对话中，其实呢，重点的议题竟然是台湾的大选。那么这也凸显台湾在很大的程度上处于美中紧张关系的一个重心。那么根据报道，布林肯他在访问北京的期间，中方的官员他们试图是想要了解华盛顿对于台湾选举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表达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他政治色彩的一个担忧。因此呢，中方就希望可以和美方在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议题上是进行合作。那么引述知情人士呢，和布林肯他会谈的大陆官员就已经暗示了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他的独派立场可能会加剧台海的紧张情势，所以呢就会进一步的损害美中的关系。那么布林肯呢，他则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呢是重申美国政府他们的立场，也就是在台湾大选的期间，美国不会对选举是进行一些干涉。分析就认为，随着拜登政府他们宣扬要加强和台北的经济、防务还有政治的联系，所以呢，北京政府他们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的立场会让台湾是越来越大胆远离大陆。不过呢，针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大陆外交部和美国的国务院两边都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那么在会上呢，美中他们也是试图想要修复两边的沟通管道。那么其实两边呢，他们对话断联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2月发生的一个气球事件，当时就导致了美中关系是再一次的恶化。那么美国官员呢，当时就透露，大陆是有一整支的侦察气球的舰队，足迹是遍布拉美、欧洲还有亚洲。那么根据 BBC 他们的节目叫做《广角镜》今天的报道，就揭露大陆他们在侦察气球的计划在亚洲的活动是有一个新的证据，包括了气球是飞过了日本的上空跟台湾的上空。那么根据 BBC 和 AI 公司的合作，他们就筛选了卫星捕捉到的一个大量的资料画面，结果呢就发现了有一颗气球，它曾经是在2021年的9月初就飞到了日本的上空。那么 AI 公司的创办人他就认为，证据显示气球是从大陆的内陆深处的蒙古南方升空。对此呢，日本他们也回应证实呢，确实真的是有很多颗气球飞到了日本的领土。那么日本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将其击落。而对 BBC 他们提出的证据，大陆方面目前他们是没有做出回应。那么除了在日本呢，刚刚也提到在台湾呢，气象局以往拍摄的两个照片，其中呢似乎也显示有一个气球是在2021年9月底飞到了台北的上空。那么这个 AI 的创办人他也将照片和卫星来相做比对，显示在台北上空的气球在90秒内就出现在台湾的外海。那么尽管台湾当局是告诉 BBC 他们的节目，这个气球是用来气象来侦察作用，但是 AI 的创办人认为这个气球它的直径还有运作的高度是类似当时飞越美国还有日本的气球。那么回看到呢，当时出现在美国领空的气球，当时西方国家是称它为侦察气球，是具有搜集情资的作用。那么北京政府则是强调，那一颗气球呢是民用气球，是用于观测天气。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卡佛他则告诉 BBC 的节目，他说呢，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且呢还要回看到5年前的一个长期活动。
那么他就指出了大陆的侦察气球它是专门为这一类长程的任务来设计，其中呢有一些气球很显然都已经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根据台湾气象学家郑明典他的脸书可以看到呢，在2021年9月27号上午8点29分拍的一个照片，左下呢是司法院的大楼，右下是总统府。那么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小点呢，就是用来观测气象这个不明的一个气球。不过呢，国防部当天则表示，媒体所谓的气球并没有出现在台湾的本岛，而是距离约40公里以外的外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其实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最近也接受了 CNN 的专访。那么当时主持人就问到马克宏，根据民调显示，很多数的欧洲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是不愿意涉入台海问题，因而会卷入战争。那么似乎也印证了马克宏他日前的一个观点。而马克宏他在 CNN 的专访中，他则强调美中的合作对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是至关重要。一起来听。Look, I was very clear and I want to be clear. First, on Taiwan, we are in favor of the status quo, which means we are dead against any aggression and we do respect the existing model. And this is what I reiterated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I understand this is exactly 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Biden.